首先出场的就是索契奥运会男单金牌获得者，日本选手羽生结弦。自由华音乐，希望与遗赠。本趟自由华，他计划完成4次4周跳。
说图公益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作为曾经的奥运会冠军，羽生结弦用樱花绽放式的决绝，一次次傲然屹立在国际赛场。我们也感受到了，这才是第一个出场就已经点燃了全场的这个气氛。羽生结弦真的不愧是高水平的运动员，在短节目失利的情况下，自由滑发挥得非常的出色，应该说没有一点瑕疵，整套节目完整的，非常的完整。我们也祝贺他。相对于另外的三个项目，男单这几年难度的攀升，新规则的制定，促使着选手们要不断的突破自己。那么这种突破就伴随着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在短节目当中，羽生结弦就是遭遇到了这样的，因为要挑战极限难度而伴随来的风险，所以他短节目才会排到第五，才会在今天的自由滑中在第一位就上场。刚才看他的表演，我跟庞青都是攥着拳头在看，滑完以后我们两人眼中都有泪。他特别能够，羽生结弦总是能够打动你内心最柔软的那一个地方。我们看慢动作的后内四周连外点三周，非常的漂亮。应该说就是从羽生在节目中他特别的能够拼搏，他不管就是你能看到这个运动精神就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看他的眼神，他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他的外表，如果你走到他本人身边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给人感觉特别清秀的一个小伙子，但是他的内心无比的强大，内心住着一头老虎。就是在每次大赛上他都能够顶得住压力，无论是陷入怎样在别人看来是一种绝境，他都能够重新的傲视群雄。I was feeling, you know, having that, you know, energy for... Guess what, you did. Right. Just trust your trainer, you trained hard. Yeah. Yuzuru, how you?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Go, let's go! 223.20 分，国际华联的男单分数，只有羽生结弦才可以一次次去刷新，他刷新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他的脸上我们看不出哪是汗哪是泪，所有的一切他都值得拥有，他值得所有的美好，所有的荣耀。祝贺羽生又一次创造了自己的新纪录。他的这个表现和这个分数